来，哎，我来。哎，哎呦，这鞋都坏了。啊，大姐，你们这个草鞋质量咋这么差呀？啊，穿草鞋还有么子好坏哟？想买就买，不买放弃。哎，谁给你这样说话的权利啊？你卖这样的草鞋，你良心在哪儿啊？去。 把他们公交车的王主任叫来。王旭鹏，王旭鹏，耶！哎呦呦，脏死奶子，搞那么多东西！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卖的草鞋啊，啊，都坏了。哎呀，我们董小姐有老鼠啊，防不胜防啊，实在是没得办法呀。你说什么？你还好意思说出口啊？ 你是这儿的领导啊？你怎么能让老鼠牵着鼻子走啊？那没有的避暑措施吗？你把这草鞋补一补，你再摆在上面来不行吗？就这样的东西，你把它摆到柜台上卖啊？张主任，一会儿我得猴子仓库，你选一双好的。你不要看我的脚，你好好看看外面那些到这边来买草鞋的群众的脚。 他们辛辛苦苦攒下一点钱，到你这来卖草鞋，你就给他们带这些东西啊？我们是基层的供销社，代表的是政府对基层群众的态度和责任，你晓不晓得？晓得，晓得，晓得。我命令，供销社从今天开始必须进行整改。好，好，好好反省反省，该处理就处理掉，两天以后把处理结果报到公示。好好好。 哎，张主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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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里还是双好的？